哟，我是老威。八月份的魂商店啊，你有订这一款吗？就是 F90 的，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装备。那同时呢，我也收到一款这个蓝蓝的这个 RE 啦。那这一款 RE 基本上因为我不会介绍，我连它是谁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它已经改色改很多，所以我会把它放在最后面。就是如果你对它的板件有兴趣的话，我会在后面做一个影片的最后会做一个快速的看一下这个板件。那我们今天重点还是来讨论这一款 F90 吧。这款 F90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爱的款式，因为 F90 老威之前开啊，就开本体跟一些配件，我觉得MG 真的是有点对不起这个称号啊，就是因为它毕竟不是之前那个本体啦，不是全骨架，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坑，然后所以就觉得说，它至少它每次都是彩盒啦，然后可以看到说它的侧边条啊。就是也全部都是彩色，不像一般的魂商店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可能他就是因为毕竟很多人一直买装备，他没本体，所以我觉得他的本体应该再贩率应该会蛮高的。那我是觉得说这一款这个太空梭的造型啊，其实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看的。那很多人觉得不好看，见仁见智啦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就是收到 A 到 Z 的装备全部收的话，我相信这一款一定避不了啦。如果你是现在才开始收的话，我是觉得说你可以买这一套本体，就是原本的那个最原本那个版本就丢了吧，就不要去买它，就我觉得买这个版本然后再买其他的装备，我是觉得好像会比较划算。而且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太空梭的造型真的还蛮好看，我们赶快来开盒一下吧。我觉得好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配色蛮丰富的。首先可以看到说它的那个透，就是它板件有透明件，然后这个是它装甲的部分。那水贴的部分的话，还有丝贴，我是冲着它颜色很好看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太空梭的造型，可以看到说它的蓝色啊，我这边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蓝色，我是蛮喜欢这种蓝色，就是好像比一般的那种钢弹的蓝色在鲜艳一点啦，我是蛮喜欢这种就是比较跳色比较年轻的钢弹的颜色，然后搭配的黄色啊也是比较那种沉的那种，不是那种钢弹的那种鲜黄，所以我觉得整个对比起来那个配色我是觉得我还蛮喜欢的。再來就是太空，就是它那个盾牌啦，我简称叫太空梭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像太空梭。太空梭的板件它还也是，我一直想说啊，它会不会是不是给你一大块这样子，结果没想到它也是用分件组装的方式去呈现它那个太空梭的样子。然后最后看一下说明书吧，它成型以后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当然它的这个本体是可以一样可以沿用 A 到 Z 的这个套件，所以如果你就是想买这一款本体的话，我是觉得也不错。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就是两款比较起来，其实我觉得两款比起来基本上没什么差。那我有看蛮多 YouTuber， 它的可动性好像真的做得蛮好的，就是虽然不是它半 MG 啦，你可以看到说它这边组装部分基本上都没啥骨架，没什么骨架的感觉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它可动性还是有做到就是 MG 的那种质感，没有像 HG 这样子。如果是这样 HG， 然后卖1700多块钱，是有点太坑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开这一款 F90 到这边啊。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你有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或者是你现在才开始入坑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款可以当做是你第一款 F90。那前面的坑呢 ，A 到已经不知道出到第几个装备了，赶快去补一下吧。RE 的板件啊，一样就跟它的盒子一样，全部都蓝的。那当然内构或者是一些部分是黑色啦。然后枪管是绿色的，好，枪管好像一直都是绿色的。然后有 V 钢弹一样，就是那种扇形的光束件。好，我们赶快看一下说明书，快速浏览一下吧。我觉得这一款就真的就是改个色而已，好像也只有彩色，就只有这一面，其他全部都黑白的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